迎合翻呢個名啦 ，unEnding。咁我一做咗創作之後，就諗冇諗過係會停嘅，咁就希望帶出一個懷舊英倫風，咁就喺香港成立咗呢個品牌先。咁我覺得佢嘅 mix and match 係好吸引到我嘅，佢哋嘅配搭啊、啲 detail 啊同埋設計方面，其實係令到我會真係走去揾呢個 brand 佢一啲品牌嘅資料，咁跟住我再去接觸香港我哋 unEnding 嘅成員，咁就將佢帶嚟澳門咯。嚟緊 unEnding 都會入好多好多 smart casual 嘅方向嘅，咁。其實由婚禮啊，甚至好多其實藝人啊，或者係專業人士都會著我哋 unEnding 嘅衫。西裝方面都會見到多數都係啲黑色啊，或者灰色啊。咁但係呢一個咧，其實幾適合去做表演啊，或者一啲嘅婚禮啊。其實出街我都覺得得㗎。其實如果大家夠膽多少少嘅話咧，其實顏色方面咧，其實都係有自己嘅心去配搭咯。澳門人咧，對生活嘅品味要求係越嚟越高嘅，同埋對西裝嘅接受程度咧係越嚟越普及。咁正正 unEnding 佢哋嘅一啲細節啊、設計啊，呢幾方面咧，其實都可以配合到澳門需要嘅。咁我希望 unEnding 會即係個元素咁樣融入去澳門人嘅生活入面。